人说，战争的胜利属于荣耀之师，也有人说，胜利来自战术和力量的巧妙运用。兵不厌诈，战争就是尔虞我诈的游戏。只有纯粹的力量才能带来纯粹的胜利，但你当然也可以忘记胜负，享受快乐。炉石传说，魔兽英雄传。没事就错，炉石传说。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这一期少帮主带来的炉石传说游戏节目。那么我们的抽奖方式呢，也是继续抽出20个游戏的激活码，以及炉石手链也将赠送给大家。那么只要大家呢能够在网易看游戏这个客户端手机端啊，无论你是苹果手机的这个 App Store， 还是我们这个安卓手机的一些市场，下载到网易看游戏，或者扫一下左边那个微信的二维码啊，不是微信二维码，就是二维码，只要你能下载到，进去以后在广场里搜索少帮主，然后关注我，并且转发我的这个讯息，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炉石传说的内测资格。那么这一次下一次发码是25号，这次的发码呢是在游戏节目的最后，因为发码时间比较长，不耽误大家的时间啊。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这个炉石最新的资讯的网页端的网址 h.163.com。 那么炉石的手机端就可以用我们的网易看游戏看到最新的消息以及少帮主的最新视频。好的，那么稍后就给大家带来今天的游戏内容。没事就错，炉石传说。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这一期由少帮主带来的炉石传说的游戏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带来的是一套自组卡牌，先开包吧，看一看开出多少东西。今天开20包，可以，20包有点多啊，开10包吧。好，购买。来看看10包能不能开出什么不错的卡牌。哇，是一个随工匠大师欧沃斯巴克，这张我第一次见，是一个随机是一个随从随机变成一个5-5的恐龙或1-1的松鼠。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就是给自己一张比较小费的牌用的话，随机变成1-1松鼠或5-5的恐龙，变成5-5的恐龙那太霸道了，好像见过一次，然后对方想把我变成1-1松鼠，结果变成了5-5恐龙，我记得是。哎呀，这一开手就是个成牌啊，真是运气不错。传说。好，其他的没什么可说的，都是常规牌，大家也是没见过，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嘛，是吧？好，精神控制技师，这个是稀有牌，随机控制对手4个以上的随从的时候，随机控制其中一个。稀有，稀有的是无畏剑圣，对自身造成4点伤害。那么搭配牧师是非常好的，这个搭配萨满祭司的治疗图腾也是不错的。史诗扭曲虚空，消灭所有随从，术士的一张牌。好，这个其他的都是常规。法术反制，当你的对手释放法术时反制该法术。撕咬，本回合当中使你的英雄获得4点攻击，4点护甲。稀有，先祖之魂，选择一个随从，当随从被消灭时将其返回战场啊，就是以满血状态返回啊，就是原地复活满 buff 新春哥的这个节奏。金色稀有，年轻的祭司在你的回合结束时随机给一个友方增加1点生命值。灵魂虹吸，消灭一个随从为你的英雄恢复3点生命值。还有最后的3包，泽兰教师和圣光护卫者，这张牌真的是神牌啊，这个牧师拿的他无敌了，每当一个角色治疗时就永久获得加热攻击力，你敢信？我这瞬间我就想组一套牧师卡牌。
智慧祝福，选择一个随从，每当他攻击时便抽一张牌，圣骑士的专属卡牌。最后一包，稀有。好，还是受祝福的勇士啊，这个是一个随从，攻击翻倍，这也是圣骑士的一张专属卡牌。好的，那么稍后呢，我将组一套牌。那么今天组什么呢？让我。好的，牧师002套呢，我们现在组出来了。我们来看看这套牌当中的一些卡牌。先看一下法力曲线，一费的牌比较多，有八张啊。这个两费的五张，三费的五张，四张，四张，两张，两张，这么顺势降下去。为什么一费牌这么多呢？因为牧师一费牌好用的实在是太多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心灵之火是一个随从的攻击力等同于其生命值。这是一张神牌啊，你就记住血高攻低的，有了它以后就变成攻高血高。真言术盾，使一个随从获得两点生命值的加成，并且抽一张牌啊，这是一张抽牌的神卡。北军牧师又是一张抽牌神卡，每当一个随从获得治疗时抽一张卡牌，1/3也是很低廉的。而且呢，说实话，像这张牌包括下一张圣光护卫者这两张牌，别看没有嘲讽效果，但是自带嘲讽效果。如果你看到对手出这张牌，你敢不打吗？如果你不打，对手就持续抓牌；如果你不打，对手就持续治疗加两点攻击力。所以说这两张牌相当于嘲讽啊，也就是说一费具有各种效果还有嘲讽，两费暗影术痛，直接是暗影术痛把对手的小于攻击小于等于3的随从直接消灭掉。神圣之灵是一个随从的生命值翻倍啊，这张牌呢通常会搭档这个一会儿后面说的这个魔骨山守望者，直接生命翻倍，再接一个心灵之火的话，直接就变成14攻14血，你懂的，只要他能扛得住啊，14攻14血不是梦。神圣之灵包括这边工程学徒正好抽一张牌，那么也就是补充手牌用的。淡水鳄啊，这个呢是2攻3血，那这个我就是为了能提供加血效果，他只要不死，我能给他加血，就能给这边圣光护卫者提供，还可以给北军牧师抓牌，非常好。暗炎术灭两张，消灭一个攻击大于或等于5的随从。无畏剑圣，牧师的一个非常不错的神牌，对自身的造成4点伤害，然后你牧师一加血，甭管上面这两张牌还是说他本身都是有收益的。然后接下来是银背雌猩猩。1/4嘲讽，那作为一个嘲讽的补充，而且呢还随时可以用神圣之灵加血再接心灵之火加攻啊，可以变成8/8，也是很不错。光耀之子不用说了，依然可以搭配神圣之灵和心灵之火，非常好啊。魔骨山守望者1/7啊，刚才说过了，两张神圣新星对所有的敌方随从造成2点伤害，所有的友方角色恢复2点生命，也是神牌。古拉巴是狂暴者，每当该角色受到伤害时获得加3攻击力。风眼投资雇佣兵是在中期的时候要给对手一定压力，抓到他就可以7/6，神圣之火造成5点伤害，为英雄恢复5点生命值，也是一个吸血的牌。然后六费银色指挥官冲锋圣盾啊，紧接着我们大费的牌不需要，我们用精神控制来控制对手的大牌就可以了啊。银色指挥官冲锋圣盾也是在关键时刻能用圣盾去解一下啊场上的一个劣势。好的，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来尝试一下在天梯当中这套牌的效果如何。哎，点错了，激动了。哎呀呀，购买完成了，那顺便看一下有什么英雄吧。哦，下一次没准从这里做啊。哎，这都不是事儿。牧师002，这套牌虽然比不上之前土豪萨满啊，但是由于现在这个天梯里面所有的玩家自组卡牌个个都是土豪，像咱们这种平民牧师，就要靠牧师阴霸之处来取胜了。有人说这是什么墓？这应该是个神墓吧，神圣牧师。回头有这个大驱散的那张卡牌用上的时候，我可以给它起名叫戒律木的这个打法。暗木之前在竞技场给带过了，以后还会做单独的暗木控制系，也是非常棒的。好，先看一下对手第一轮圣骑士乌斯尔光明使者。哎呀，这个起手牌不给力啊！他是这个样儿的，哎，赶紧换一下。好，起手双北军牧师开局啊，真的是很霸气的。你好，你好，直接北军牧师起手，那基本上很高兴见到你。这种开局还是很舒服的。看对手上个什么牌，
圣骑士啊，还真没有什么好牌能消灭对手的伙伴，嘿，直接结束了。那我这不知道有多开心啊！那就再上一个北郡牧师，立即执行，然后攻击一下对手。我这个暗炎术盾呢，给加上一点两点血，抽张牌，嘿，抽了一个精神控制，这边变一杠五了啊！对手什么小伙伴我都敢换。只要你敢上，我就敢换。他很着急呀、啊，星云币直接上三费大牌是吧？狼骑兵啊，这边跟我换一下，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他都费星云币了，我们再不让他换，那不太可能。好，三费我什么都做不了。那就给自己加个血吧，结束。看四费，四费的话我可有光耀之子上场，两张精神控制来的有点早啊，这时候给我个这个无畏剑圣多好。你看他也不敢招这个援军，没有好牌他就只能结束，一招援军我就抽牌，浪费他三点水晶多开心的一件事情。好，光耀之子立即执行，先上去开打再说。下一轮是五费，对手这轮四费，四费应该出不了什么好牌。就北郡牧师这个威慑力啊，你就说你这个攻击力现在小于五的都不敢上。好，上公正之剑了，逼急了他了。好，这也什么都不敢做，只能等，耐心的等候。你要这么一说，我就再上一个光耀之子，双光耀之子啊，照着对手一顿胖揍啊。对了，真没脾气，他不愿意让我抓牌啊，所以只能上一些这些东西。赶紧公正之剑上点大伙伴，各种加成效果。哎，你要攻击大于五，我就消灭你。给我个任务吧，任务达人直接三杠三。看来我这张暗炎术灭是能用上了，我觉得。好，蓝塞战士冲锋变四杠四，这边三杠二，没用啊，你这么换。好，下一轮我可以加血了，加完血以后。又是四杠四的一条，一条像话吗？反正就是四杠四的好汉吧。不过这个任务达人这轮还是要吃掉他。如果用神圣之火吃呢，有点浪费。先加个血，抽张牌，看看抽到什么牌再说。银色指挥官，冲锋圣盾。那就只能用五杠五吃了他了。我要不吃你呢，对不对？不吃我的话，九点血、十点血，对手剩十一点血了，可以啊。如果我心灵之火给到这边，对，我这就变成立即执行一个非常凶残的组合，对手只有七点血了。下轮他又清不掉，他就 GG 了。牧师也能七轮赢吗？我这还有神圣之火呢。复仇之怒，看一下啊，这个有点凶残。二三四六七八，还好还好还好，这复仇之怒还好。下一轮我这就五点伤害，只要三个有一个活就可以了。没脾气了他，哎呀。硬换啊，那你不死了吗？ GG。 打得不错，打得不错，现在认输，算你输一半，胜利。哎呀，这套牧师牌有点强啊，对手这个复仇之怒也是一张史诗卡，也是很猛。好的，哎呀，我觉得今天这个肯定会很顺的，这套牧师看来又别看屌丝，但是很虎，很虎啊，平民牌。好的。Anduin 对阵 Garrosh。Anduin 对阵加鲁什地狱炮像。勿宁死，圣光将赐予我胜利。圣光将赐予我胜利，那么留一张暗炎术痛吧。这个战士的前期的卡牌还是有点生猛的。
不过我这个什么都干不了了，第一轮得结束。这个开局不太顺，我有那么多张一费的小伙伴居然没抓到一张，有点背呀。看他上个什么牌，哎，他一费也什么都没干啊、哦、两费可以上个淡水鳄，比没有强，我现在都是这么想的，比没有强。后手像个幸运币，直接上一个三费牌，估计哦，直接上了赤炎战斧了，硬砍了我的淡水鳄。我这三费依然是什么都干不了啊，好浪费呀、啊！这个开局不太顺，不过有战斧在，我还真不敢造次。对手战斧在啊，看看他上什么？哎，加护甲！你若加护甲，我就光耀之子啊！还真是，看来是没有什么好牌，砍我吗？还真砍了，砍了我就更赚了，上光耀之子就更舒服一些。下一轮直接神圣之灵可以变成10/10的光耀之子，只要不死不打我，你上多少小伙伴我都不管。他有可能用旋风斩接斩杀，直接给我斩了，也有可能。为了酋长，库卡龙精英卫士直接撞我吗？法还是很犀利的，然后怒火中烧。这个他险些就跪了，得亏逃过一劫。无畏剑圣加点血，结束，直接等于相当于上了一个5/5的剑圣，而且下一轮还可能变成4/7。看这战士怎么解，火车王，哎呀，他直接跟我撞了，我有两个1/1的小雏龙，我觉得是我赚啊，我那无畏剑圣才三费，就算加了个血也就浪费了，你也就浪费了我5费。回去干活，严酷的监工，对手也不含糊的。看看这一轮，你说用个冲锋圣盾换个2/2是不是有点亏啊？还真是有点亏。那我上个古拉80狂暴者吧。我把它变成3/3的小龙，好不好？那好，不值。我主要想看一看下一轮我的古拉80能不能活到下一轮，再用这个真元素盾，要不然死了这一轮废我2张牌，我就有点冤了。他们都将恶毒铁匠激怒效果是使你的武器加攻。魔骨山守望者，我这轮啊，上个蘑菇山。安达利亚是我们的。2/1呢？2/7吃掉对手的2/1，这边给他加个血，变成5/7，而这一头呢，给他加个生命上限，变成9/1/9。哎，来打我吧，我这有大嘲讽。血猴，哎呦，这个牌可猛了，他攻击，哎，哦，想激怒，可是激怒也没什么意思，这个激怒。我下一轮你怎么办？你出血猴了，我若精神控制你，你血猴是7点攻，是吧？应该6点攻还是7点攻，我也不知道。那我就生命翻倍，对，先变成一个
14血，这样你血盒也打不死我。这边变8攻，然后上个光耀之子，你来砍我光耀之子。我这边是8-12，若没斩杀，你就危险了，同学。升级，靠英雄是什么意思？有点搞不懂。这不是倒霉催的节奏吗？先上一个圣光守护者，然后这边加个血，变成14-14了。也不用心灵之火，就打就行了。14的话是变成11点血，来吧，14-14，直接变成11点血 ，nice。这一轮你再爆的脾气，你也不能把我仨人都灭了吧？早一轮砍多好，现在就尴尬，我这边满血满状态，斩杀都打不了。我带来了生命。啊，给自己加血用。是我这边还加2攻呢，打得不错。这哥们儿也是预示着自己的死亡啊！我们好像一直没输过，就是打这次天梯啊，所以一直在升级。就开始用土豪萨满嘛，也没输。这紧接着用个非常阴暗组合的牧师。真的是奶妈级的牧师，神圣牧师。为了毁灭之锤，好，遇到一个萨满，将赐予我胜利。不会是土豪萨吧？3张牌都可以换掉，换回来一点小牌吧。哎呦，换了个雌猩猩最小。我老是先手去，哎，北京牧师还行啊，这个还行。有人受伤了。你好，你好，朋友。旅行者得真是誓死要跟我火拼啊，不惜过载来换我的小伙伴。打得不错，这轮我还什么都干不了啊。他一费他也干不了，两个人啊，寂寞死了，什么牌都出不去。银背雌猩猩吧，来心灵之火，快来，要的就是心灵之火，野性狼魂。好的，这张牌绝对是霸道的牌。风险投资雇佣兵，对，废掉一个吧。然后状态一下，再加个血，简称消耗流。下一轮5费可以上风险投资雇佣兵，但这轮他只有2费。哎呀，火蛇图腾你敢信，居然有这种东西。我急需一张神圣新星啊。这4攻有点麻烦。甭管几攻也得上风险投资雇佣兵。他选择打我人，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有个变青蛙呀，怪不得。把这个苹果飞刀砸耍的头上，这急需 AOE 啊，没有 AOE 不行啊。无畏剑圣，这对手攻太高了。加个血，这边真言术盾再加个血。光耀之子抽了一张这牌，4-7，至少下一轮我的剑圣应该是死不了吧。这个开局不顺啊，让萨满给打的。这轮他6费，我看着都恐怖。
他先让小伙伴尽可能的把我青蛙给飞刀飞掉，对吧？这是最好的效果，直接上土元素，霸气，玩得好。不过下一轮他也要过载三点。跟我换，好的，闪电剑，哇，下一轮他只有一点了，精神控制，哎呀，精神控制不够用的，又不能差一轮，差一轮呐，消灭他了。你好，小子，把他消灭，然后上一个阿古。蘑菇山守望者是负责扛的啊，下轮他三费，三费小伙伴干不了什么大事吧。有点麻烦，无敌元素啊，上了个这个五杠二来打我吧。哎，不打呀，怕我下轮换了他。这轮有神圣之灵跟心灵之火，感觉牌还可以哈，直接加二生命值。你好朋友，我也别费那劲了，这边光耀之子上去，然后心灵之火攻击，等我来个分散目标啊，对手不可能同时灭掉我两个人。二杠四是吧？好，换掉一下，自己给自己加两点血。光耀之子随时可以用神圣之灵翻生命值的这个倍数嘛，直接血就高了，攻也高了。而这个七杠七呢，也够他喝的啊，他必须得变妖术，要不然沉默我都可以。好，火石图腾又来了。还真能硬换我是吧？四杠四跟五杠二，但是你的代价也很大呀。估计他舍不得换吧，他想让我换他。六费。我想。别上大牌啊！哦、火元素。造成三点伤害，哎呀，又给我来一飞刀，有点疼。他估计不会打，估计不会打。你爱打不打，反正我不在乎。你若不换，还是换了。那他有点亏啊。下一轮控制他的火元素吧，暗炎术痛。控制他的火元素，拿过来。好，一杠一打一下图腾，手里有个六杠五。而这轮比刚才那两轮都艰难一点，估计至少是个白金组选手吧。召唤了一个图腾，然后插撞闪电。哎呦，又一个土元素，霸气！这打的有点霸气。直接变成九杠八，九杠八，以圣光圣光守卫者，这边呢加个血，好，这边也加攻，然后我神圣之灵给到这个元素吧，但是打不死啊。暗炎术痛，把这个废了。这七杠八，七杠八的话，我生命值翻倍变成六杠十，三杠三跟他撞，六杠十把他收了，自己剩六杠三还行。但对手手里有三张牌，四张牌，我还是有麻烦的。这四张牌肯定有嗜血，我觉得。哎呦，毁灭之锤，你敢信？招个图腾，好，先砍这个，然后再砍火元素，
再用一杠一跟我换，也是很霸气的。这个土豪，哎呀，白这个镶金边的武器真漂亮啊！我也想要有个金色的毁灭之锤。你喜欢我的新发明？我也想要个金色的毁灭之锤。各种治疗呗，四杠五，手牌那么多，对吧？打土豪啊，打土豪！大家的牌都很好。石化武器，啊，跟我换，然后毁灭之锤再砍。这有个毁灭之锤是有点烦啊，我应该带个冷凝怪就好了，可惜没有啊。标个图腾，还有还可以攻击四次啊。看看我们抽个什么牌？哎呦，神圣之火，这不给力啊，留着吧。最好来砍我人来的毁灭之锤。好，又招个图腾，再招点就该开始血了，不能让他再招了。我的这个神圣星星呢，专门爆对手图腾用的神圣星星啊。精神控制，好的，那再等一轮吧，等你小伙伴多一点，也不招个大伙伴。图腾之力嘛，哦，生化武器。好，这回要砍我十点血，这武器终于被耗没了，这真漂亮，这毁灭之锤，我也想要这个牌。哎呀，神圣星星爆一下，清个场，自己再加个血，结束。等着你招大牌呢，小牌我根本不理你。哎呀，这个土豪啊，好猛啊，各种土元素啊。各种毁灭之锤，野性狼魂，你看，有点麻烦。神圣星星又来了，那接着爆吧。接着爆，还有十张牌，他这时候最好来张大的，我给他精神控制了，还好打一点。我已经没有神圣星星了，要非常谨慎小心。没有伙伴啊，这不急死我了。他手里应该还有两张嗜血呢。这轮他开就可以了，其实四点、六点，一共十点伤害呢。下一轮就是十二点伤害，十三点伤害。银色指挥官冲锋圣盾，好，终于有张小伙伴儿牌了，赶紧上去换了。为胜利献身，换个二杠一，结束。他已经攒了七张手牌了。这要活活被耗死，你说这得多气人！古拉巴什狂暴者。好，这是我的翻盘神器，它有变妖吗？它最好没有变妖术。八张牌，我还有七张牌。不理我是吧？那咱们正开心啊！我先抽一张牌。北军牧师，好的，上个北军牧师，二杠九把这个二杠二换了，加三点攻击力，这边加了血，北军牧师再抽个牌，暗岩树灭，好的，手牌现在还比较狠，比较狠，下一轮他可能会开嗜血了，他不开嗜血，他这个局面会不好打，
闪电风暴，造成三到四点伤害。好，这边再接个什么呢？好，熔岩爆裂，各种过载啊！铸剑，哎呀，这个比较麻烦，给他小伙伴加攻来了，下一轮又可以照着嗜血来，有点麻烦呀。我这全都是清大牌的牌啊，赶紧放上去，我这必须的。然后加个血，下一轮五张牌开嗜血，肯定是这个节奏。还有变妖术，哎呀，急煞我也啊！这牌抓干了也是我吃亏呀，关键是淡水鳄，上来吧，比没有强。也没个大牌，他也不会上大牌，他知道我有精神控制。真是抱歉。两张试试。打得不错。这个牌啊，萨满开局我这个被限制有点惨，他牌也确实好，那张这个什么毁灭之锤太狠了，把我伙伴全砍光了，到最后就是人家玩我的节奏，我也没有机会，对，大家都会玩，不可能出大牌。那个时候对阵戈尔丹，安杜因对阵戈尔丹，我会夺取你的灵魂。萨满那套牌确实猛。赐予我胜利。嗯，心灵之火可以等一等，哎，留着吧。反正咱们能抽牌就行。有人受伤了。北军牧师登场。只要不是烈焰小鬼都好说。什么牌？精灵龙是吧？那是有点麻烦。哎，不过我可以加生命值加三点，麻烦就麻烦呗。立即执行。攻击对手的英雄，对手下轮两费，他拿我没什么脾气，打我我就能抓牌。恐狼前锋，加攻击力。打我的英雄，下轮三费，三费，心灵之火变成六杠六，然后把恐狼前锋吃掉，这边加个血又变回六杠六，这开局还是挺舒服啊，结束。术士，别把他还好，他没有脾气，术士没脾气，你撞我最好啊，不撞我打我人行，没事儿。神圣星星这轮用不了，那我肯定是换这个剃刀猎手，先上个北军牧师，不过这个北军牧师上去肯定是被打死的命，下一轮。嗯，我想不如上个工程学徒，希望你喜欢我的新发明，抽一张牌，咱们别太贪，立即执行，能打成这样已经很舒服，加个血再抽一张牌。好，开局很顺啊，这样的开局才好打嘛，萨满那种上来给你一个闪电剑把北京牧师废了，我脸都绿了，好吧。好，撞一下这边再废恶魔之火，你看他废了三个牌才废掉我一张，当然了我也是用两张牌给他加起来的，五费，
直接咱们毫不犹豫的上风险投资攻击。哦，如果你确定的话。好，看局势来打。对手刚解决一个六杠六，侍从来我身边，遇到一个七杠六。好的，主人。这怎么玩？对他来说简直就是难受至极。一个神圣之火造成五点伤害，废掉对手这个四杠四，攻击对手英雄。哦，如果你确定的话。灵魂虹吸，漂亮。这张牌是恰到好处。这种情况上一个北军牧师加无畏剑圣。有人受伤了，剑圣上去以后加个血抽牌，很舒服。下一轮最好二杠一撞我，不撞我呢最好是撞我，撞了我我就可以神圣星星一下抓两张牌，多开心。还真是，不过有死亡缠绕。没办法，那我也合适。我场上这个小伙伴已经很给力了，来我身边。又一个白银之手骑士。好的，主人，我必须这样做。鲜血小鬼还是有点麻烦呀、八费是吧，神圣星星爆一下。这边变成四杠七，轮到你流血了。换对手的这个四杠三，再加个血，变成四杠五，还行，场上还好打。下一轮找机会上银子指挥官冲锋圣盾，换对手大牌，又来，再来个暗影剑吧。抽牌他尽量想抽暗影剑，果然是啊，有暗影剑。紧接着再上一个。麦田傀儡，我们这就不着急了。一个蘑菇山，带着嘲讽上去，带上一个光耀之子，我还满血啊，优势很大呀，手里手牌有五张，场上有个，这说白了这就是七杠七，你知道吧？心灵之火已经到手了。下一轮就变成七杠七，哎呦，变大王了！五豪成牌啊！大王是有一个血猴的武器，三攻八耐久，然后地狱火技能是英雄技能是召唤一个六杠六的地狱火，你敢信？哎呀，变大王这个太霸道了，不过大王只有十四点血，你们懂的。十四点血，我真想废了他的大王。这边先加个血，变成五杠五，然后上一个淡水鳄，银色指挥官冲锋圣盾，直接照对手大王脸上打。大王还有五点血，大王叫我来巡山哦，大王叫我来巡山。巡了南山，巡北山呐、怎么办？召唤一个地火六杠六，这暴脾气，你这个土豪，我打的你，是不是？我打的你满地找牙，没戏了呀，土豪。不错，土豪没戏喽。还得控制一下你，再把你打死。大王的惨叫声真惨啊！好的，我们接下来是用抽奖程序呢，准备给我们抽出今天中八位激活码的朋友。抽奖程序呢也比较简单，只要就是随机将所有的参与过我们这个网易看游戏客户端里面我发那条资讯，我转发那条资讯的。基础上，在我那条基础上转发过或者评论过的朋友们都有机会啊！我们现在刷新一下，随机滚动起这个用户名的名字啊，
这是批量生成的，这个公正公平，大家有很多看到回复很多楼层的，没有关系，在这里面不会出现重复的，每个人只取一次，也就是说大家的机会是均等的，刷楼没用啊。好，停下，看一下这八位，我们依次念一下吧。哎，这哥们儿上一期刚中了激活码啊，这啊，先是妹，然后 ZKY。小卒未过河，这人品太好了吧！阿叶诗书死蠢吃货，这我，因为他前两天密我要激活码了嘛，有点实力的呀！你这个人品得买彩票啊！迈克尔老韩，这是我的本家啊，我老韩，青色彗星，胖子的胖子，还有风雨者啊，真是个风雨者。好，那这个阿叶你已经有激活码了，就让给我们其他玩家好吧？我们先改一下。后面还有四个炉石，我们来删掉三行，下轮抽五个，看一下，删掉三行就可以了。第一个呢，一会儿第一个是激活码，后面四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炉石手链，好吧？这个滚起来，停，好，激活码是 Billboy。Boboy， 然后我们的炉石手链呢是一个周边，就是什么炉石传说魔兽世界的小周边啊。流星，艾米，哎，这都是重复字啊。浮躁，还有往事种种，你们四位呢是获得了炉石手链。刚才那七位加上 Billboy， 那个获得奖之前抽中过那位朋友呢，我相信你会理解我的啊，因为很多玩家在等待着，你已经有一个了，肯定不用拿第二个。好的，那么这边的奖品就抽完了，接下来呢是要抽比较阴吧的东西，那就是恐怖的优酷。优酷这边的评论是4882。好，我们先这么大的优势，暂停一下。好的，我们开始抽优酷这边的奖品。优酷这边用楼层来抽，我觉得我要数楼层数到死啊！我们先把滚动起来，12个激活码，走，12个激活码啊！先看900数字最小啊，从900开始。一层是30个，我们看一下这边是第一杠30，那么900应该是第十、第30、第30页。30页是871到900，也就是最后一条就是了。A A R C 获得了一个激活码，然后918，下一页，好，一二，从后面数吧，30 29 28 27 26 25。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0，数串了行了啊，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应该没错吧，1 2 3 4 5 6，不是，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没错，一堆下滑杠，一个数字，我还怕数错。好，这是918，然后1031 1031，10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这是谎言。1031是这是谎言，紧接着是1124，对，1124，再往后翻两页，1111，不是，1124在这一页。幺二幺幺幺二幺三幺四幺五幺六
17182020212324这一位1124完了是这位叫什么 ELVIS 然后单引号飞联1124完了是1246四六哈，31323333543643340414144545464这位 KILA14他回的多不多呢？12345678楼，应该还可以接受吧？就是连续回了一次七楼啊，后面前面都没有。行，那就给他了。要是连续回个二三十楼什么的，咱们我也看不下去。1246，然后1246完了是1385。81182838485，哎，这个人好像获得过了，那顺延一个南瓜老爹，1385，我好像刚才有一个，一会儿来说吧，1385，然后1522。1522这一页，302928272726254232，这个有点过分了啊！你这回的太多了，看看前后有没有，基本上也都是一页的是吧？行吧，给你了。我是好人啊，消失黑猫，反正以后不在优酷发了，这个太累。太累了。1522完了是1811。23456789011，这一位卡卡小熊是吧？11，然后1811完了，2262，2262啊。1234567891011162，就是这个 YY 流什么，然后是2262完了，2450。24506050585757565454535251510，这一位，这叫 YY流1009，这是 Just Ice Simon。紧接着2450303，3033123，这个名字很霸气嘛。哎 ，DDEXZ231C5，这一看就乱敲的呀。但你还能记住你的账户吗？
三八三八，哎呀，这个数字好吉利。谁是三八三八呢？三八三八。三八四零三九三八，没错，就是你一个人顿号，一个人点翱翔。好，十二个抽出来了，我们下面前四个啊，接下来的前四个是，我们的炉石手链，三八六四挨着呀，三八三八转到三八六四。挨着一片七零六九六八六七六六六五六四，好，这一位啊，从这儿华丽的分割线，这位开始就是炉石手链，三五九八，三五九八。多了，三六零零九九九八，这一位获得了炉石手链，没有重复的哈，没有重复就好。二幺四七，有点远啊。二幺四七，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这一位，炉石手链，二九零二，终于抽完了。我们下一期的奖品是抽在网易看游戏啊，二十个激活码，二九零二，哎，不是这，二九幺零，零九零八零七零六零五，零四零三零二，就是你了，这些同学啊，这个。优酷再看一遍，优酷里面私信联系我，这十二位是激活码的，看清楚，再给你们放大一点啊，这十二位是激活码的，这四位呢是这个炉石手链的激活码的，你只需要跟我联系，我核对你的名字，二十四号我拿到码以后就会发给你们，然后炉石手链的你要把我核对你名字，同时你要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发到我的私信里面，我会给你们邮寄过去。炉石手链也是做一个纪念啊。接下来呢，以后抽奖我就不用这个优酷了，实在是太伤了，这个又浪费时间又费劲，还是我们这个手机端比较的容易。好，先这样啊，这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同时也希望大家能支持一下我的这个游戏周边店和零食店，感谢大家收看这。